行啊，长高兴，你现在挺厉害啊！你敢气萨萨了？我没有，你没有什么，你没有。小雨都告诉我了，你把萨萨都气得他们家去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也就是萨萨他哥，我要不是他哥，我真气你哥哥。我跟你说，大哥，我知道你说你们家把萨萨嫁给我，总觉得委屈了他。是，我也知道。 一个外地人，就跟北京人在一起，得做好。但你平心而论，我这几年做的咋样？我尽力了，我做到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好好过日子？我怎么不想？但萨萨变了。他萨萨变了，你就以不变应万变，你站在原地等他不就得了吗？我觉得好多都是你是想多了。你说你来北京这么多年了。 我们家里谁把你当过外人？不说别的，你说奶奶，奶奶对你比我这亲孙子还亲的。我看着我都吃醋。你再说我们家萨萨，你从第一天起认识的，他就是那样，像个小老爷们似的。但是他不坏呀，他对你没得说吧？是不是？这女人啊，是水做的，男人是泥做的。这女人她就得哄，这萨萨你也得哄她。你们俩是那个劲儿上来呀，都跟毛驴似的啊，一个比一个硬。你身为男人，你哄哄她怎么了？啊？你就听我的，你回去说两句好话哄哄她，肯定没事儿。